认为创始身体抗体，十年前也是出来做天然手工擦骨钙涂粉液，还发展用力钱，一件手工擦骨专卖店改主意，还偏东内部应该记，当下的肉客家做接上可能都改吃粉，来做各种各种的手工擦骨，还认为蛮难以搞好，当受到大家肯定，您讲的是牛力钙手工擦骨专家。 两英下酒，牛力真红，一件八十米下架，当有螺丝媒介螺纹地图，一圈烟，当有线条，都该好做擦骨。先生，安尼巴多点毛？来做点轻轻啊，就连磨安样，慢慢的。点挑架涂粉烟，当上色，搞出好干烟，用个胶料，用个画图。手工擦骨最大个提醒，系做在跳头配方，用七家先用的得干颜料，起加工，还卡擦骨做在创作，就像系画图强样。 我们刚才做的手工皂是孔雀羽毛的渲染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皂合并之后呢，会变像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。你也唔敢用萝卜东西咧，环保嘛吼，萝卜真紧做的东西，安尼唔滴系物个成分，所以一家做的一家较放心来洗。 作为乡音土粉烟，都晓得利用黑种传统嘅作物来做擦骨，像系鹅、熊猫、蝶雕，还可带到出山米界牛力钱，佮还会用有机米粉来做擦骨。店主一派一派吃粉颜料老擦骨，系展现出主人家空前盛业老创作嘅需求，也受到一道消费者嘅支持。 俺们都运用到俺们客家嘅元素，从俺们香茅、麦草、艾草、木龙子，以及俺们咧翠瓜水啦，哈，以及俺们个米，哈，等等咧元素来制作俺们嘅客家代表俺们客家嘅精神。它比较良心啦，就是它所用的那些材料都是蛮天然有机的。 研究做擦骨是五年内，土粉烟含万来维系较好，多底下已经累计超过几千种嘞。当年轻时推广天然擦骨价格，每次都甜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。